今天是耳班，可以说整个城县最热闹的 pumping session， 排队停车场进来都要将近一个小时，然后找车位还好很幸运，我们到了以后就有一个人离开，然后找到了一个离活动区域很近的地方停车，今天真的是非常的 lucky。你要到那边去拍吗？